天比想象中的人多，还好天气不错。哎，有豆腐花哎，那个要去吃吗？那有惠山豆腐花，据说是这个地方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，可以去试一下。那边有小学生春游，想到小时候。大当，这就是我刚才点的豆腐花，还有梅菜饼，后面有写梅菜饼的历史。芋头饼，芋头豆腐，味道绝了。就刚才说的油蛋子现在到了，没肚子吃吗？然后看起来非常好吃，然后味道也非常好。好，现在我来尝试一下。味道非常的好，然后而且我原本会很怕这个东西会油腻，但我觉得一点都不油，而且那个上面是葱，就是那个葱香配合着那个油炸，味道特别的好。惠山老鹅还有那个青稞的了。青稞烤馍吗？青稞烤馍还有锅包，他说非常的好吃，想吃蛋。刚才其实吃那个梅菜饼还有那个豆腐的时候已经很饱了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回来再吃吧。这个是可以去寒的吧？对。哎，要不买多一点吧？你吃什么口味的？哦，还有空口味。有空口味，是因为随便选。这个是润花最后一瓶，然后是我那个银杏装。给我八罐吧。啊？八罐。八罐。一个我拿一个呗。我想一下。八罐。六个。有十二个吧。十二个。来试一下那个黑糖姜母茶。那正常的这样子。哇哦。不够了呗。